Classic Clipper 该处理器使用削峰来平滑不均匀的峰值，提供动态控制的新选项。削峰是比常规峰值限制更透明的过程，并且被工程师普遍使用。它功能强大但非常简单，它具有三个控件：增益、斜率和输出，易于使用。接下来，我简单演示一下。